以控制水，我可以控制火，我可以控制屎。你能控制什么？屎啊？怎么了？你们笑什么？这是竞技场，你来错地方了。我没来错地方，我是来拿冠军的。哼，我先来。那你先来，你先来。那就让我来试一试。让我。不行了，又挂又挂。哎，你是冠军，你是冠军。在我12岁那年的夏天，因为家里拆迁，所以我家就临时找了间出租屋。当时的环境比较简陋，出租屋里没有独立的厕所，不管大小都要去几百米外的公共茅房。偏偏那段时间我的肠胃特别不好，每天大清早都要被翔憋醒，特别准时，只要鸡一叫，我这肚子里面就像我三大爷家那台祖传的缺缸拖拉机一样。可我最怕的就是去茅房拉翔，那个老茅房不但奇臭无比，而且周围还遍布地雷，不知道是哪个缺德玩意干的，就差那么几步路非要把翔拉外面。你这不是把翔拉在别人拉翔的路上，让别人无处可拉吗？所以我每次去茅房的时候都要时刻警惕，一不小心就会踩到地上的地雷。一天早上我又准时被憋醒了，可是窗外正在下着大雨。你能想象到那条满是地雷的土路被雨水冲刷之后遍地金汤的景象吗？我实在不想趟着粪水去上茅房，但是此时我小腹的气压已经超过标准大气压整整10倍了。当剧烈的翔意就要破门而出时，我看到床下有个黑色塑料袋，就他妈你了。我迅速拿起塑料袋放地上，刚扯开袋口，火山就迫不及待地喷发了。幸亏这个袋子够厚实，要不然我都怕把它崩漏了。真是此爽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呢。释放完后，我就把袋子系好放进了床边的柜子里，本想着等雨停后再拿到茅房扔掉，这样神不知鬼不觉。可雨一停，我就被二狗叫出去玩了，把这事忘得死死的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闻到屋里有一股类似粪坑的味道，我顺着翔味来到柜子边，才想起来这个事。于是我就把袋子拿出来准备去丢掉，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此时的袋子里已经充满了翔被发酵过后的气体。放着不动还好，但是我拿起来这么一晃，气体瞬间膨胀，袋子就像气球一样在屋里爆炸了，瞬间一股恶臭充斥鼻腔，整个房间全都是翔，那画面到现在我都不敢回想。老妈听到声音推门进来，看到眼前这一幕，不可置信地呆愣了好久好久。别问我最后怎么样了，反正我这辈子是值了。遇到交通事故，对方酒驾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处理？就在前几天，我跟二狗中午没事就约了个炸串，水足饭饱之后，二狗开车送我回家。当时大概是中午2点左右，我们正在等红绿灯时，突然感觉到了一阵猛烈的推背感，不用说，肯定是被撞了。我和二狗立马下车查看情况，好家伙，现场简直太惨烈了，我们足足被他往前顶了7-8米，可见当时的撞击力度有多大。不过后边的车不错，里边的司机也没什么事，一直在车里打着电话，任凭我们在外边怎么叫他也不下车。我觉得这是有点蹊跷，于是大声喊道，你再不下车我们可就报警了，让交警叔叔来处理吧。就在我刚说完这句话之后，司机大哥立马就下来了，一把拉住我的手说道，老弟老弟，别报警呢，你看这事咱们能不能私了。他一说话，我们就闻到了一股浓重的酒气，好家伙，感情这是酒驾啊。我说大哥，大中午的就喝这么多啊。我还是报警吧，你这是酒驾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别别别，大兄弟，你听我说，这事都是我的责任，没必要惊动警察叔叔，咱们都是附近的，你要多少钱说个数吧，这样对咱们都好，你说是不是？懵逼的二狗此时一脸懵逼，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毕竟要真把人送进去也有点于心不忍。二狗看了看自己被撞的车，损伤倒不是很大，就是后保险杠变形了。兄弟你看这样，我给你3万，足够你修车了，剩下的就算是我给你赔罪的，咱们就私了了吧。二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一脸茫然地看着我，大哥，我先把事故现场拍下来，然后咱们再调解行吧。然后我就拿出手机对着现场拍了几组照片。这大哥见二狗有点动摇，于是开始打起了感情牌，兄弟你给大哥一次机会吧，我上有老下有小的都不容易，我中午也是陪客户才喝的酒，我也没喝多少，你看我走路啥的都没事，刚才就是走神了，你说你要是报了警我还得进去蹲几天，你说咱们人也都没受伤，犯不上的是不是？二狗此时确实动了恻隐之心，再加上对方给的确实不少，他一心软就答应了。然后收了钱我们就回家了，一路上我总隐隐感觉事情有点不太对劲，但是具体哪里不对我也说不上来。
一直到了第二天，二狗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说有人告他敲诈勒索，让他去派出所一趟。我二话不说，赶紧跟二狗一起去了派出所。果不其然，就是昨天撞车的那个大哥。此时的他一脸豪横，完全没有了昨天可怜巴巴的模样，一口咬定是二狗我俩用武力威胁恐吓他，勒索了他3万块钱。二狗跟叔叔说是因为对方酒驾，主动要求赔钱私了的。可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，对方已经醒酒了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对方酒驾。二狗此时被吓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，而那大哥此时却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断定今天吃定我们了。如果今天认定了二狗我俩敲诈勒索，3万已经属于金额巨大了，判个1年多都有可能。就算我们把钱退了，估计也要留个案底。而对方酒驾却什么都没有损失。大哥，我们昨天好心放你一马，你却恩将仇报，这样做人不好吧？老弟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啊！快点把钱退给我吧，要不然你俩就要进去吃牢饭了。呵呵，听过一句话吗？做人留一线。你没想到昨天我在拍现场的时候，已经用手机拍下了所有的经过吧？什么？你昨天你还录像了？对付你这样的小人，不多个心眼能行吗？然后我就把手机拍的视频拿给叔叔看了，这才还原了昨天的完整经过。这下人证物证俱全，事情到此实现两极反转。再看大哥那脸憋得跟个紫茄子似的，他完全没料到我留了这么一手。最后大哥因涉嫌酒后驾驶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，不但吊销驾驶证，还被关了15天小黑屋，也算是得到了应有的教训。叔叔也对我们进行了批评教育，不能因为一时的心软就接受对方的私了，如果不是当时录了视频，这次真的要吃个大亏了。如果在路上你们遇到了这样的事情，现在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吗？我是王金条，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。朋友欠钱不还耍无赖，看我如何机智应对。就在今年年初一天晚上，我正在家里做动画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我开门一看，原来是我的老同学大坤。一见面，大坤就满面的愁容，唉声叹气的跟我说：金条啊，好多年不联系了，我也没你电话，只能来你家找你了。大坤，大晚上找我有什么事吗？金条，我哥在外面被车撞了，对方司机跑了，他现在正在医院抢救，我不敢跟家里说，怕他们担心，可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只能来找你，你能借我点钱救命吗？大坤他们两兄弟跟我从小就认识，以前经常来我家里找我打游戏，听到这样的噩耗我心里也很难受。你大概需要多少啊？我不知道，现在刚入院，估计怎么也得用几万，你先借我1万吧，剩下的我再想想办法。金条你放心，等月底我发工资了马上就还你。其实当时我手头只有5000多的生活费，但是看他这么着急，没办法，救人要紧啊。于是我又撸了5000的网贷，这才凑了1万给他。转眼到了月底，按说大坤该还钱了，可他却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不行啊，再等下去我都没生活费了。于是我就打电话问他什么情况。大坤在电话里跟我说道，他哥因为抢救及时，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，多亏了我的帮助，还说我就是他一家的救命恩人。他这么一说，我倒不好意思开口问钱的事了，只能安慰他说人没事就好。我又节衣缩食的过了10来天，再不要钱实在是不行了，网贷都要还了，于是我只能再给他打电话。明明我是债主，但是我却感到非常的愧疚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，能不能把钱还我，我生活费都没了。金条啊，你放心吧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还能坑你吗？上个月公司效益不好，我工资没那么多，我想着这个月凑够了一起给你呢，你再等我几天吧。然后他就把电话挂了。就这样又拖到了月底，我又给他打电话，可是我没想到他竟然给我挂断了，然后再打就不接了，发消息也不回。这时我才想起来打听一下别人是怎么回事，于是我给我们以前的班长打电话，我知道他们两个比较熟。什么？你借给他钱了？哎呀，金条你糊涂了，你怎么不先问问我？大坤这个人自从不上学之后就完全变了，吃喝嫖赌样样都沾，他哥根本就没出车祸，那都是他骗你的，他是打牌输烂了，我们都没人理他了，他这才想到找你的，都怪我忘记告诉你了。我一听这话，当时就感觉五雷轰顶一样，都说赌徒没人性，看来真是这样，他都能咒他哥出车祸了，什么是干不出来啊，现在玩失踪，这就是想跟我摊牌了。金条啊，我知道他单位在哪，你去找他试试吧，我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了。根据班长给的地址，我直接找到了他上班的地方。大坤一看我什么都知道了，于是干脆就不装了。金条，就这么跟你说吧，我欠的钱多了去了，你这1万都不叫钱知道吗？我也不是不给你，我欠你钱我永远都认，但是你得等，等我有了就给你。呵呵，我真是瞎了眼，还拿你当朋友。金条啊，你怎么还这么单纯呢？上了社会谁不变啊？谁让你摊上我了呢？那就自认倒霉吧。我还告诉你啊，别想在我单位闹，这是我现在唯一的收入来源，想要钱的话就快点乖乖回去，要是砸了我的饭碗
咱们谁都没好日子过。呵呵，给我耍无赖，你找错人了，你当你吓唬小孩呢？我不但要在你单位闹，我还得告你呢。说着我就拿出手机搜索公众号中国移动微法院，选择自己的所在地，然后点击我要立案，然后把所有的信息填好之后点击提交。我已经把你告了，传票会直接寄到你的单位，到时候你单位都会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你丢不丢饭碗关我什么事？你就算去要饭，欠我的钱也要一分不少的还我。然后我又拿出扬声器，你等着，我再给你宣传一下你的英雄事迹，看我来真的。大坤一下就软了，再也不是刚才那副大爷的模样了。别别别，金条，你不能看我把工作丢了，我现在真没钱，你再等我几天行不行？你现在说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我还能撤回诉讼，你要是再拖着，等法院一受理可就不能回头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咱们都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你不能这样逼我啊。我瞎了狗眼才拿你当朋友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就算借高利贷也得把我的钱还了，要不然我直接去你领导办公室闹。好在大坤在外边的那些破事还没有传到他们单位，他又以家里老人住院为由从同事那里借了10000还了我。至于他怎么还别人，那我就管不了那么许多了，现在这世道还是自己管自己吧。你觉得我说的对吗？我是王金条，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，么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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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么。记得在我9岁那年，村子里卖一种袋装的小桃子，吃起来脆甜脆甜的。那时候这个零食特别火，小伙伴们都喜欢吃。但是我不知道为啥，每次吃这个桃子，都感觉好像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掐我的脖子，让我呼吸困难，喘不上气，难受的想要咳嗽。但是我看别人吃的屁颠屁颠的，就以为只有我是这样的感觉。有天早上，我不想上学，老妈来叫我，我就说不舒服。我的好大儿，感觉不舒服是吧？那你等一下，我去拿擀面杖给你治一治。我一听这话，就知道老妈又去拿她的法器了。一般到了这个地步，我还不起床的话，那少不了要挨上几棍子，咋办咋办？就在这时，我突然灵光一现，拿出昨天买的小桃子，赶紧吃了几个。你别说，这玩意是真他妈好使啊！当时我就感觉喉咙好像被厉鬼死死的掐住了一样，然后就是猛烈的咳嗽，一发不可收拾。老妈拿着擀面杖回来一看，我这样确实不像是装的，就赶紧让我躺下了。就这样，我成功的忽悠了老妈，在家里玩了一天。不过我还是时不时的要咳几声，毕竟演戏演全套嘛。但是我没想到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嗓子给咳哑了，说话都费劲。这下我就算想去上学，老妈都不让去了，还把我送到了爷爷家，让我好好养几天。就在我跟爷爷玩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来口袋里还有几个小桃子，顿时孝心大发，想着爷爷勤俭了一辈子，肯定没吃过这么贵的零食，于是我就全拿出来给了爷爷。一开始爷爷不吃，说让我自己留着，那我能干吗？今天必须得把孝心尽到了，于是抓了一把直接就塞进了爷爷嘴里。可没成想，爷爷刚吃完就憋得脸红脖子粗，干张嘴说不出话，然后就一直喘，不能呼吸了一样。什么？原来爷爷吃了也卡喉咙了？难道这是家族遗传吗？容不得我多想，此时爷爷已经不省人事了，我赶紧去叫人把爷爷送进了医院。到了医院，老爸老妈就要揍我，问我是不是又往爷爷烟袋里放辣椒面了。我说没有，我就是给爷爷吃了几个果子，我是好心。但是不论我怎么解释，他们就是不信，还说我嘴硬，等晚上回去让我尝尝皮带的滋味。面对这样的结果，我真是百口莫辩。今天如果不能自证清白，这顿皮带算是吃定了。行，你们不信是吧？那就别怪我了。我楼上最近搬来一户新邻居，有夫妻两个，还带着一个熊孩子。没错，他们彻底打破了我原本平静的生活。这夫妻两个平时在家叮叮当当的，先不说，就说这熊孩子，他竟然在家拍篮球。做动画需要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，可是楼上一家是不会给我这个机会了。不过这些不重要，我戴上耳机就能屏蔽掉。但是这熊孩子无耻的手段远不止这些。一天我正在做动画，突然就停电了，我刚做好的动画都没来得及保存，气得我都想把电脑砸了。奇怪，刚交的电费怎么会停电呢？于是我就去楼道查看，电梯是有电的，那可能是跳闸了。我来到配电柜查看，果然跟我想的一样，可能是有地方短路导致的吧。做动画要紧，于是我就赶紧推了回去。可是我回来刚打开电脑又没电了，我来到配电柜一看，竟然又跳闸了。事情不对，这新小区不可能连续跳闸的，肯定有人搞鬼。
于是我不动声色地推上电闸，然后假装回到屋里。果然楼上的熊孩子鬼鬼祟祟地出现了，这小子一看没人，又把我的电闸给我拉了。我冲过去一把抓住这小逼崽子，你干嘛呢？这可是电闸，很危险的，知道吗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。然后这熊孩子嗷一嗓子就哭开了，这一家就跟商量好了似的，他这刚一哭，熊妈就恶狠狠地找下来了。干嘛呢干嘛呢，你欺负小孩是吧？妈妈，他刚才说要弄死我，不让我活来。我说你别冤枉好人行吗？是你一直拉电闸，我是告诉你这样很危险。我们拉电闸怎么了？我们就愿意玩电闸，用得着你管吗？咸吃萝卜淡操心。走儿子，咱们不跟这样的傻子玩。说着俩人就回楼上了，留下我白白的生一肚子气。不过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，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脾气好。我们楼下住着夫妻俩，媳妇马上就要生了。一天他们准备去医院做产检，来到车边一看，轮胎竟然被人扎了。还用说吗？肯定是一边的熊孩子干的。小朋友，你看到史水把叔叔的车胎扎了吗？看到了，你叫一声爷爷，我就告诉你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算了，别理他了，咱们打车去医院吧。说完，俩人扭头就要走。这时，熊孩子那股魂劲又上来了，一下跳到两人面前，站住！爷爷让你走了吗？然后还一脚踢在了孕妇的肚子上。十几岁的孩子下手没轻没重，这一脚直接就把孕妇踢倒，摔在了地上，当时就流了老大一滩血，吓得男人赶紧打了120。切，真是个废物。医院这边经过一天的抢救，孕妇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是孩子还是没保住，而且由于子宫受损，以后也不能再怀孕了。突如其来的打击使男人紧绷的神经彻底断了，他拿起一把斧头，不顾一切的就冲进了熊孩子家里。那天也巧，就熊孩子一个人在家，虽然他拼了命的呼救，但没有一个邻居出来看一下。不到3分钟，熊孩子就被消耗了。因为熊孩子的吵闹已经让我习惯了在家戴耳机，要不然我听到熊孩子的呼救声一定会去看一下的。没办法，这一切都是命啊，希望他下次投胎小心一点吧。我是王金条，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。我们校长的脑子绝对是让驴踢了。还记得上高中住校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老灯校长不知道抽的什么风，竟把学校公厕里的灯都换成了声控的。于是我们就过上了一边蹲坑一边鼓掌的日子。你能想象吗？晚上上厕所人多的时候，灯突然灭了，紧接着一群人一起鼓掌的样子。如果想要拉屎，你就拍拍手。实在是太反人类了。最后在我们全校学生联合抗议下，校长才同意把灯换了。本以为以后终于可以痛快地蹲坑了，但是没想到校长这老东西还是留了一手。他只是把原来的声控灯换成了感应灯，人一走进感应范围，灯就会自动亮，是不是感觉方便很多？但问题是你蹲在坑位里，灯是感应不到的，只要超过1分钟，灯就自动灭了，你不得不站起来挥挥手。记得有一次晚上蹲坑正使劲呢，灯突然灭了，我赶紧夹断站起来挥手，结果脚下一滑，我整个人掉进了坑里。那天晚上我骂骂咧咧的洗了一宿裤子，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就找了一根长长的铁丝戴在头上，上面还焊了一颗小铁珠，这样我只要稍微点下头，铁丝就自己摇晃。以后我只要去蹲坑就把铁丝戴头上，而且我后面还总会跟着一堆追随者。我甚至被同学授予了诺贝尔蹲坑奖。本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，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这天晚上外面雷雨交加，我照例带着铁丝去蹲坑，路上一道突如其来的闪电改变了这一切。那一刻我成为了光。在我9岁那年，听人们说南方有种水果叫榴莲，这东西跟臭豆腐一样，闻着臭吃着香，老他妈贵了。我听了之后久久不能忘怀。我小时候那真是又穷又馋，我连着饿了3天才用饭钱去水果店买了一点，没想到这东西是又上头又难吃，还不顶饱，饿得我又跑到学校后面菜地里拔了几颗大葱，又啃了2个大萝卜。吭哧吭哧造完之后总算是舒服了，可是没想到第一节课刚下课，我这肚子就开始来劲了。你们想象一下，肚子里一团榴莲，一堆萝卜，一摊大葱，那家伙在胃里就像三角恋一样纠缠不休，肠道里的高压气体蓄势待发。
我努力控制菊花的力道，还好只是个闷屁。可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屁对自由的向往，几乎在一瞬间被发酵的榴莲裹挟着大葱的辛辣，再辅以萝卜通常力变的加持，那股味邪性的你都想象不到。我感觉当年的毒气弹威力也不过如此了吧。为了避免人们怀疑到我恶人先告状，一巴掌扇在前面的二狗头上，说是不是你放的，他妈的这么臭，你是吃屎了吗？二狗被我扇得一脸懵逼，我后排的铁蛋也蹦起来了，我操，这是谁带臭鸡蛋了吧，熏死老子了。就在这时上课铃响了，我算是逃过了一劫。可是上个屁的臭味刚被吸收完，下一个屁就迫不及待的要来了。我知道刚刚那个只是热身，接下来才是重头戏，我想用整个身体的重量压住被顶开的菊花，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。老师正在前面全神贯注的讲课，台下的同学已经开始躁动，只见老师的脸慢慢的变黑，我知道这个屁已经笼罩全班了。老师突然干呕了一声，迅速跑了出去。这时二狗立刻爆发，跳上桌子就开始发飙，他喵的，名人不放暗屁，我不管你是谁，请你立马出去排空了再回来，太他妈臭了，我一个切洋葱都不流眼泪的汉子今天竟然栽在你这个屁上了。我知道这时绝对不能暴露，要不然以后在班里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。可是我终究还是低估了气体膨胀的力道，那一天整个世界都脏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趁着暑假我想去学个驾照，没想到刚晒两天我就紫外线过敏了。为了能尽快拿到驾照，我就赶紧在网上买了些防晒装备，一把遮阳伞和一个全方位的防晒面罩。当天下午我就带上我的装备出门了，结果到了驾校竟然还没开门，哼，这狗教练肯定又带女学员出去玩耍了，也不叫我，以前算是白请他吃饭了。大中午的热得够呛，还是先找个地方乘凉吧。我扭头一看，驾校对面有家银行，这样的公共场所我进去乘个凉合情合理合法吧。我坐下之后就给教练发了个信息，说我在银行等他，到了喊我一声。就这样过了半个小时左右，银行外边停下一辆车，我知道是教练来了，于是比划着让他等一下，然后我赶紧掏出装备就套头上了。你别说，第一次带这玩意感觉还有点小刺激呢。这时候教练等得不耐烦了，摇下窗户大喊着让我快点。我拿起遮阳伞就准备拔开，就在这个当口，啪的一下，我直接就被踹飞在地，脸贴在地上生生往前蹭了两三米，然后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保安拿个叉子上来就给我插地上了。懵逼的我此时是一脸懵逼，紧接着另一个保安又一脚踢飞了我手里的伞。他妈的，抢银行也不知道挑个地方，敢在我的地盘撒野，你一进门我就看你贼眉鼠眼东张西望的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大哥大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就是在这等个人，我东张西望是怕他来了我看不见啊。少废话，等人还用戴头套吗？还准备掏武器是吧？大哥，我这是防晒面罩啊，那个也不是武器，那不就是遮阳伞吗？不信你打开看看啊。教练在外边摁了几遍喇叭也不见我出去，气冲冲的就跑进了银行里，结果一进门也被插地上了。就这两下子还想抢银行呢，早就看见你了，还按喇叭打信号，想来个里应外合适吧。老张，咱俩这下可破了个大案啊。这里面的剧情实在是太曲折了，一下就把教练的CPU干烧了。还好我临危不乱，一句一句的慢慢解释清楚了，他们也检查了遮阳伞，这才把我俩放开。好家伙，我能受这委屈吗？我指着保安就开骂，瞎了你们的狗眼，我可是你们银行的客户，你们就是这么对待上帝的吗？哼，我现在就把我的存款都取走，让你们银行承受破产的损失。老张，咱俩是不是闯祸了？他取走了多少钱啊？3.52块。请客吃饭被人当傻子宰，看我如何机智脱身。前几年我刚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公司里有个女同事经常骚扰我，她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家夜店的公主呢。至于她为什么骚扰我，大概是因为我确实是长得帅吧。又一天早上在电梯里就我们两个碰到了，她又开始哼哼唧唧的要我请她吃饭，要不是看她还有几分姿色，我早一巴掌给她呼墙上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别这样，不就是一顿饭吗？我请行了吧，就今天下班，地方你挑就行了。转眼到了下班时间，他带我来到了一家酒店，这酒店的气派和格调完全不是我这种屌丝选手能消费得起的。我默默地看了看手机里仅剩的1000元，心想两个人吃饭应该也够了吧，于是一咬牙，这个逼今天我装病了。就坐之后
他就一直在自拍，然后编辑文案发朋友圈。我估计他拍的这些照片够他在朋友圈装一个月了。好了好了，先点菜吧，吃完饭我们早点回去。哦，金条啊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朋友说我吃独食不叫他们，于是我就让他们都过来了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呵呵，废话，我他妈能不介意吗？这是正常人能干的事吗？这么贵的饭店，你当是在你家熬小米粥呢。可我还没做出反应，他的三个朋友就全都坐上桌了。好家伙，他这几个朋友真是个个身怀绝技，一个煤气罐，一个大地雷，还有一个千斤坠，他们是真不拿自己当外人，上来拿起菜单就要，足足要了得有十几个菜，从始至终都没瞅我一眼，那种傲娇的感觉，就好像我能跟他们在一起吃饭，是我烧了八辈子高香一样。没多久，菜端上来了，他们几个先围着拍了一通照片，然后骑上桌子就开始造啊！我的天，这帮人就好像刚从难民营里逃出来一样，吃的我是胆战心惊的。我现在心疼的都不是钱，我怕他们几个噎死了，再给我判几年。过了一会，他们吃的差不多了，我同事又说再来瓶酒，烘托一下气氛。我还没说话，他就直接要了一瓶红酒。无所谓，其实现在我已经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，他们就算点再多，也跟我没关系，因为我已经决定要溜了。我偷偷给室友发了个消息，让他打电话给我。哎呀，我说了让你别开车，这里停车特费劲。行了，你先别动，我下去给你指挥一下。然后我故意把手机壳摘下来放在了桌子上，很自然的就下楼了。这个操作我到现在都觉得很他妈机智。然后我扭头就带室友去了附近的烧烤摊撸串了。自己哥们，我让他往死了点，他也不敢坑我200块。大概过了20分钟，那帮大地雷反应过来了，开始给我打电话。你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哦，我帮他找车位呢，你们先吃，我马上就回去了。那你怎么把手机壳扔这了？我那个手机壳坏了，你丢了吧。又过了10几分钟，他又打电话给我，已经有点不耐烦了。王金条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赶快回来。哎呀，真的是没车位，我们就往外面走了走，你们要是吃完了就先走吧，不用等我了。不等他说话，我直接挂了电话。然后他又不停地打，我故意等他打了10几个之后我才接。王金条，你是个男人吗？不是说好了你请我吃饭吗？你怎么跑了？对呀，我说的是请你吃饭，我又没说请他们。你叫那么多人去那种酒店，这是拿我当傻子宰呢吧？他听我这么一说，态度立马变得暧昧了起来。哎呀，金条，你看这不是碰巧了吗？你快回来吧，我都想你了。我姐妹她们刚才都说你人不错，我还想着让你做我男朋友呢。我呸，谁说要做你男朋友了？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德行，要不是你整天烦我，我才不会答应请你吃饭。王金条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你现在马上给我转2800过来，是你说的要请吃饭。我是说了请你吃饭，可你平常一顿饭能吃2800吗？拿我当傻子宰，你看错人了。而且那菜我一口没吃，酒我也一口没喝，全是你们造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过我毕竟进酒店了，那10%的服务费就算我的吧，我给你转300，那20不用找了。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隔天我到了公司，听别的同事说那女的后来到处找人借钱结账，还骂我说我装逼买不起单，还死皮赖脸的要请他们吃饭。我听了哈哈大笑，就他们这种人就应该这样治他们一次，以后就不敢舔着个大脸到处找人蹭饭了，还想道德绑架我。你得先看清楚我有没有道德，我是王金条，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。点外卖吃到了高蛋白生物，商家还给我耍无赖，你看我怎么治你的。因为肝动化的缘故，所以我吃饭基本都是靠外卖解决。就在前2天，我点了一份麻辣烫，本来就饿了，外卖一到我就开始狼吞虎咽起来。可我没想到吃到一半，我竟然发现麻辣烫里有2条高蛋白，它们甚至还在蠕动，当时恶心的我差点就吐了。我知道外卖不干净，可我没想到竟然会这么恶心，我赶紧拍照留证据，然后就给商家打电话要个说法。可更令我气愤的是，老板接了电话之后居然一副趾高气昂理所应当的语气，还说菜里有虫子才说明菜是新鲜无公害的。我本来没想怎么样，只要商家给我承认个错误就行，毕竟现在做生意都不容易。可这商家的态度我实在不能接受，我刚想对他两句，他招呼都不打一下就给挂了。这老板是真不会做人呢，既然你不把我们消费者当回事，那我这次就好好给你上一课。我先查了一下食品安全法第148条，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，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，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。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，或者经营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，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，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，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赔偿。哼，我让你不拿食品安全当回事，这次我必须让你长了记性，这事就不找平台了，平台只会和稀泥，还是直接拨打12331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投诉电话吧。
并且我还同时登录了12315的小程序，点击我要投诉，然后输入商家名称，外卖平台都可以看到商家档案的，然后再把自己遇到的情况写一下提交就好了。过了几天，辖区工商所直接就给我回电了，说看到了我的投诉，并且已经联系到了商家，让我到所里进行调解。等我到了工商所，麻辣烫老板早就在那等我了，完全没有了之前趾高气昂的样子，被吓得跟个小鸡仔似的，一个劲的给我道歉。咱作为消费者，这下才终于感受到了应有的尊重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？你说你做的食品那么恶心，你自己能吃得下去吗？是是是，大兄弟，我知道错了，你看你能不能把投诉撤销了，我小本生意都不容易，你照顾一下吧。呵呵，我一开始给你打电话只是想讨个说法，是你的态度逼着我投诉的，你现在并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怕了。我现在跟你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公事公办吧。然后我转头跟工作人员说，我要求对商家进行顶格处罚，实在是太恶心了，搞得我这两天都吃不下东西。然后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又对他进行了一番训斥，我看这老板脸都绿了，估计肠子都悔青了吧。最后的处理结果也是让我非常满意的，不但我拿到了1000元的赔偿，而且他的店也直接停业整顿了，估计还得交点罚款。如果平台再因为这把他的资金冻结了，那这老板是真够喝一壶的了，估计很多人会觉得我有点太较真，把人逼得太狠。但我想说的是，食品安全无小事，商家如果连最基本的食品卫生都搞不好的话，那他还做鸡毛的食品啊？对对对，这样的商家活该被罚。我是王金条，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，么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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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么。前段时间不是出了一个提灯定损事件吗？大家都觉得很奇葩。其实这种恶心的房东，我在10年前就遇到过，当然最后被我完美化解了。10年前我去外地找工作，通过中介租了一间老破小，房租倒是挺便宜的，就是房东要的押金有点贵，要5000块。不过这里离工作单位很近，我也就妥协了。我的房东是一对中年夫妇，他们不住这边，所以平时也没有太多交集，也就是到了该交房租的时候打个电话。转眼一年租期快到了，我正好也想回老家，于是我就提前一个多月跟房东说要退租。哎呀小伙子，你住得好好的，怎么要走呢？大姐，我要回老家了，这段时间给你们添麻烦了，我会把房子给你收拾干净的，你放心吧。到了退房那天，房东两人过来收房了，一改往日收房租时候的笑脸，今天这劲头好像就是奔着吵架来的一样。男房东进屋就拿着手电筒开始一项一项的检查，就差把地砖掀起来了。女房东就拿着个笔记本一项一项的记录，好像在细数我的罪状一样。其实我这一年除了在卧室睡觉，其他的家具家电都没用过，跟刚开始租的时候一模一样，所以我也不怕他们挑毛病。但是我没想到房东是真的没有一点底线。小伙子，你退房前不知道打扫卫生吗？大姐，我打扫过了，地都是拖过的，垃圾啥的也都给你清理了，这叫打扫吗？那窗户你为什么不擦？还有厨房里的油烟怎么不清理？大姐，这是5楼，我怎么爬出去给你擦玻璃啊？那厨房里的油烟也不是我弄的，我一次饭都没做过，泡面都没煮过。行了行了，那都是小问题，我问你，这冰箱你为什么没有插电？我没有用过冰箱啊，我不放东西的。大哥，说白了我就在你这屋里睡个觉，早上出门到夜里才回来。冰箱不插电对冰箱影响很大的，你知道吗？那零件都会坏的，还有这墙面怎么都开裂了呢？大哥，这应该就是正常的老化吧，我又不会动这墙，它开裂跟我没关系啊。怎么没有关系？你要是对墙面保养的好，它会老化吗？好了好了，你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把我房子糟蹋成这样，你那押金肯定是退不了的。呵呵，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，搞了半天就是想贪我那5000押金。我说大哥大姐，你家的房子什么样你们心里没点数吗？我来的时候它就已经是破破烂烂的了，你总不能让我住一年之后再还你一套新房子吧？你看大门的门锁早就坏了，都是我自己花钱换的，还有那马桶从一开始就漏水，都是我找人修的。我不能说现在的房子跟刚租的时候一样，但是绝对没有人为损坏，自然的老化你总不能算到我头上吧。什么，你连我的门都动了是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你最好把门给我恢复原样，要不然你别想走了。大哥，你能别这么无理取闹吗？我虽然是外地来的，但我又不傻，你没有任何理由扣我的押金。我还告诉你，你们今天要是不把押金退给我，你这个房子就别想再租出去了。哟，小伙子你本事可真大啊。呵呵，还行吧，反正你们不退我押金，那我就不走了，要不然你就报警，看到底谁有理。其实我知道，在我跟房东说退租的时候，他肯定就已经联系好下个租客了，只要我赖着不走，那他这个房子就租不出去，到时候房东还要承担违约责任。行，那你就赖着吧，我把门给你锁上，我让你想走都走不了。你敢锁门我就报警，我告你非法拘禁，到时候这屋里我砸坏什么东西也就怪不着我了。房东没想到我年纪轻轻的竟然这么多手段，他们也怕事情闹大了以后房子不好租出去，只能耷拉着脸把押金给我退了。
不过这种无赖我也不会轻易饶了他。我直接把这家房东的行为发到了贴吧和各租客的微信群里，不光是为了泄愤，更多的是提醒大家避坑吧。我是王金条，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。么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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